2013年8月21日消息，由钱国伟执导的电影《喜爱夜捕三》受到陈静单方面宣布推出事件，剧本方面要重新编写。钱国伟携一众演员于泳池边再次举行开镜仪式，一众美女均大卖性感，秀事业线。在炎热的天气下，徐依妮脱下皮衣露出半球，秀好身材。被问到加入《喜爱夜捕三》是否取代陈静角色，他表示故事重新编写并无取代谁之说。不六娱乐，余文苏迪整理报道。